小姐姐是在生气吗？一定是因为我牵了她的手吧？就算她以为我是女孩子，随便牵手也会害羞的吧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，想的肚子都饿了。哎，这个声音，小姐姐饿啦，展现我男人气概的时候到了。走走走，小姐姐，我来喂饱你。那个，等我把行李变卖了就还你钱。啊，对了对了，还不知道小姐姐的芳名。失礼失礼，我应该先自报家门的。我叫高晨雪，今年15岁。我从小在山上和师父师弟一起长大，我师父做饭特别好吃，每天都给我做好吃的。于是，我就胖成这样啦。前天我去下山，村里的小花说，我要是再胖下去，我就找不到媳妇儿啊！不对不对，是再胖就嫁不出去了。于是，今天一早我就决定要下山，我要减肥。我怕在路上吃苦，就带了好多师傅的东西出来。小七师傅就一起追过来，我一路躲躲藏藏，然后就遇到小姐姐你了。真是缘分啊。哎，这么生动形象的故事都不能打动小姐姐，看来是真的嫌弃我了。突然觉得人生都昏暗了。顾影哥，我的名字影哥，太好听了。啊，哥哥姐姐，刚才那些人为什么要追你啊？啊，哦，你这女娃长得好伤眼，吓死我了。哈，你哪来的自信说我？这附近有坏怂，你们别四处乱跑，早点回家。女娃出门在外要多加小心，要是看见怪怪的人要赶紧告诉我。就你最奇怪了。姐姐，那个，手，哦，又牵手了，完了完了，哥哥姐姐这么主动牵我的手，怕是要非我不嫁了。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聘礼啊，师傅也这么穷，肯定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。哎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得赶紧转移话题。暂时只身打扮也好。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不会引起怀疑。哎，有了有了。哥哥姐姐，刚才那些人也是在追求你的吗？哥哥姐姐，那是